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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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质量挺没得劲的，这大耳朵长颈鹿，颈鹿精神皮蛋儿，他都喜欢吃的。哎呦，这个得敞开点儿。咋哟？这盘儿管熟了，听没啦？多大点？哇，太大开脚了，这气也太安逸了。喂，这是哪来啊？哎，白白，我去进鸭蛋来嘞，起盆儿。嗯，这盆儿在这里。到我家哈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有的，有的。咦，我他都想睡着了，去喝他。对。咋？把你得看望天鼠，看鼠都睡着了。他没有啊。没有啊，鸭子死了，嘴壳子硬，你看这嘛。哇、哦，这个都盘儿还鸭蛋。鸭蛋，你不注意么？是看鼠噻，二天又烤鸭蛋哦。快点，快点，去包两包过来吃嘞哈！我们整皮蛋了。是啊。妈耶，穿上跟玩个是跟你一样哦，样都吃哦。我吃毛菜了，都要吃毛菜。嗯，来。小石灰，小茶叶，小蛇纹子，再小银包，小蒜豆哈。嗯。哦，等它冷哈儿就要得了。哎呀，开始整了！你往看点书啊，也挺看望天书啊。你看这个要多弄点哦，上层我也都不够吃。你要吃好多嘛？多弄点嘛，就背到家。应该洗手。你往哪呀望？你最起码是锻炼望天书啊。等到银子灭风灯色天就有的了。等解。灯色天了有的了。清楚嘞。啊，等到吹干。这皮蛋弄好了哦，种了久了，它发酵好了。这皮蛋都是好吃，要是活得高高的就安逸了。不是热嘞，也这么几个热，我活的热的都嘛，皮蛋熟了之后要吃不？要得，你要多整点皮蛋嘛。你吃老多，越吃皮蛋越吃热的。哪叫你整这洗碗皮蛋好吃嘞？好吃，你多吃点，切开够不？多拿开嘛。多拿开嘛，少点二斤条哈，我拿来拌皮蛋。哎你看自个儿整的比我上回整那个还要安逸哈。嗯。哎呀，你精神剔透的，切皮蛋。哇塞，它的你看这个安逸。小银包，来点油海椒。嗯。这个没安逸的，小葱花儿。好，削到皮蛋了。那煮好再削瘦肉。削瘦肉。放点胡椒粉儿，来，这碗先把卤子抬家哈。要得。好，待会儿喝粥干。哎，喊他不够吃，再上点油啊哈。哦，喝不起嘞。哇，这皮蛋好安逸。嗯，哇、啊，太爽了，这个好腥哦，第二种。嗯，像果冻的，我觉得我整皮蛋的技术越来越好了。嗯，你好的话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嗯，这煮的好香哦。是香啊，那皮蛋是人家好多饭店都有这个，你没吃过啊？我吃过啊。我们这种皮蛋煮的更难呀。咋哟？他都觉得我们皮蛋好吃。嗯，还是挺香。是哦，你不是说你之前玩吗？